王牌大明星，给你最动人的声音。如果你是我，就会懂，有爱就要挖空，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吴宗宪、周华健挑战模仿费玉清，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哎呦，哇，你要飘渺到虚无缥缈处，人家完全听不出来。让我互道一声晚安。掉了吧！这匆匆的一天。哎呦喂呀！哎呀，演唱会忘词了，你该怎么办呢？观众又不熟的歌怎么办？嫁祸给麦克风，让完了，然后唱。不要命了，竟然有人敢讽刺周华健像鞋拔子。这不是陈为民吗？你是人的传人鞋拔子啊，哎呦，他能这样子，人也长得不怎么样，你这样子让我怎么办？我是吴宗宪，我是侯佩岑。哎呀，太开心了！这个是东风电视台，是。那么能够在这边做节目啊，算是小弟呀、啊，大姑娘上花轿，头一遭。对，宪哥，真的是你来了，我们东风才有这么热闹的场景，哎、还有乐队。一般场景都是平面的，一台电视，有没有后面这个突然间变立体的，真的，感觉有人随时要跳下来。而且我们还有这么优秀的乐队。这个乐队名称叫做是 Replay 就是录得不好重来的意思。我要跟我女儿讲一下话，不好意思。麻烦感性音乐，好吧，跟女儿讲一下。宝贝，爸爸呢，这个谢谢你呢，利用了这个2年多的时间，如愿的考上了爸爸要你考上的大学，我的人生已经满意了。我现在还你一个愿望，我承诺要为你找到一个新的妈妈。我现在正在努力着，新的妈妈穿起高跟鞋，个子快比爸爸高，真是没礼貌。但是她的身材还不错，应该可以让你两个弟弟妹妹吃很饱。下来，是因为这个佩岑跟我这个大女儿算是好朋友，是我们还一起上画画课。对对对，好朋友是进宫的第一个前哨站，是这样子，先当朋友，先有后婚。这个我们希望这个节目啊，提供给观众朋友一个全新的视野，对，不一样的地方，让大家可以听听歌、看看戏，然后笑一笑。对，今天来了这一位啊，我们叫做是国民歌手。当然，为什么叫国民歌手？他厉害到他曾经一年出10张唱片，随便开演唱会就60几场。哇，那这个告到法院，他等于是敛财。10张，而且他每一首歌几乎大家都会唱。哎呀，这个就厉害了！赶快来欢迎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位 artist， 好不好？各位 superstar 周华健。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起劲感染，牵动我们共同过去。
记忆从未这么过，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森哥好，森哥好，非常好，太开心了，谢谢。新节目先跟观众播，是是是是，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华健，好久不见，这个是我的。对不起，来节目里面买东西啊，这个很重要哎。这样，这是不一样，这个我卖的是一种情绪呢。啊，德意购在隔壁。这个演唱会，就演唱会的门票。谢谢谢谢，我们这个我们有没有要送的？我真的是来卖的。然后我准备会在小巨蛋有演唱会吗？是12月27号。我刚才看了一下，对对对，12月27号。哦哦，人不在台湾。这个是这个是卖的，9万要特别为宪哥准备的。所以你是我们这边今天领奖最多的人。所以这组9万，生活环境已经连娃娃都吓得跳起来了，不信你看。9万，我跟你讲，今天你要通过我们的考验的话，9万块我们买下来了。巨蛋演唱会这个不看真的是太可惜了。对，简单一点的考验啦。对对对，记歌词总不难吧？但是考验之前，我们有一个很好玩的内容，想问你一下，你以前有没有打过工？终于要打 Q 打工了，对吗？我其实很好玩，我的工作经验是我在念初三的那一年，初三，就那年我去工厂里面当那个搬运工人，然后后来在大学时期在民歌餐厅唱歌。那我们一起去打工一下好了，好吧？你今天要带我们去哪里打工？我要带你们去寿司店。苏喜，嗨，嗨，别先慢些，大明星开小差，哇！大明星开小差。今天大明星开小差来到了台北市内湖区一家受到上班族喜爱、人气指数极高的回转寿司店。同样人气超高的两位大明星就要在此体验服务生的工作了，究竟会有多少人认出他们？这我一点儿都不担心。我担心的是宪哥会偷吃寿司，而侯佩岑会被砸了店家的招牌呢。大明星开小差，一来一下一麦塞，杨先生，先生，帮他订一下桌子，拜托。哎，哎，动作快一点啦！啊，倒个水，倒个水。好好，马上来，马上来。没有了，帮他加一下。你好，杨先生，直接加水。豆豆，你今天在拍戏吗？芦笋虾，抽选。哎哎，有什么需要的吗？啊，照相机啊。哦，啊，是吗？阿姨啊，这个厉害了，你从哪里来啊？啊，上海啊，你也是啊？你嫁到台湾来？哈哈，不是啊，好本地本地啊。三位有什么需要的吗？没有，需要侯佩岑吗？热血。客人需要你。客人需要什么？客人可以等一下哈，客人。这个现炸，刚炸出来。哇！手卷，手卷，我喜欢吃手卷。Hello， 这一盘我走。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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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手卷皮在这里，好，来拿起来，拿起来，哦，好，来来，我是真的会的啦，啊，不要不要，他那种是先包，这个亮光面，哦，会，哦，好，先放上，好，你刚刚手卷，可以 ，OK， 好，哦哦，好好，最喜欢哪一种？还有，好嘞，要不要？沙币薯一条吧，
熟的熟的。拿给你学一下。哎呦，哎，漂亮。这么大卷啊！啊，甜筒卷这一头啊，对不对？哦哦哦，对，脚折到这里。要不要拿来？可以。要直接给的，要盘子吗？你们要不要吃一个手卷？我包给你们吃，好不好？嗯，好，好不好？不过我要包一个。我刚刚已经看到了。尾巴要扭掉。哎，你方向不对。啊？方向不对。是这边。对对对对。哦。喂喂，好，好，压，卷，卷。Oh my god！ Oh my god！ 我的妈呀！日本手卷被你包成了台湾春卷儿，客人他敢吃吗？试一下。OK， 怎么样？真的吗？好吃吗？你的眼睛欺骗不了你的心啊！有还要点点什么吗？虾手卷。加了。酱面在外面，虾要多一点。好，哇，一只而已啊 ，special 多一只，你看多一只，你看，还有还有，大家有没有看到？女生都是在我的管辖中，男生逃不过洪佩岑，有没有看到？哎，我们这是寿司吧，你们当个 talking bar。哎呀，我只能说仙女下凡来，凡人是无法挡呀。今天没有太多的乔装打扮，但以两位大明星的亲和力，可以说是宾主尽欢呀，为民服务，与民同乐。再加上两位大明星的手艺，算了，还是别提手艺的事吧。无论如何，今天的大明星开小差成功了。哎呀，不错不错，大明星开小差，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其实啊，这个华健啊，过去来讲。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你唱民歌的时候，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当时并不认识我。哦，真的？民歌餐厅？是啊，是啊。你是唱木船吗？对对对，我唱的还蛮多年的。啊，难道我是唱木床吗？我当然也是木船。哦，所以我离开了以后，你也在木床。哦，有木床，我会唱你后面。我都已经唱到12点了，那你唱2点了？好，对不起。关门以后你才去。请你尊重临界的朋友。我这是唱给鬼听。我们用非常小孩的故事来听好人家女儿是怎么样的。对对对。你要了解一下，你自从华盛顿大学毕业以后，这要了解一下，了解一下，不是南加大的，哇，学费贵到我那真的是瞠目结舌，都在哪里下品啊？没有，没有，哇，哪里像我金针菇哎，你要跳天鹅湖啊？周华健演唱会精彩内容抢先看。special 的吗？在你的 concert 里面？哦，你的 concert 里面，当然是你的，难道你的？在演唱会里，我有一些神秘嘉宾，多神秘，多神秘。这个其实前一阵子才合作，然后非常愉快，然后我们一块合唱了一首歌，然后种种的，然后这个开阔了一个我的眼界，就是。是吗？演唱会里面的戏码，咱们就截出一小段。看完这个就不用再看演唱会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点紧张，我讲完之后我也吓一跳。反正这些票卖掉就可以了。是吗？太好了，那赶快来欢迎我们这位神秘嘉宾。今天来了一位他超级歌迷，对，也是我们艺能界唯一一位他口级，但是还是可以把歌唱。你看他口级吗？大家好，我是范玮琪。大家好，我是吴宗宪。这个你没有听过吗？
没听过。可是我理解，我理解，因为他外号就叫范范。来，欢迎我们的范范范玮琪哟。耶耶，啦啦啦啦啦，哇！哎呀，等等，你不是出来就唱歌啊？呀呀呀呀呀！唱歌是不是可以啊？我直接来。哎呀，怎么瘦成跟人干一样、啊哎？真的很瘦哦。最近瘦了一点，因为我也是准备演唱会。我一定要讲，我从小学五年级爱他爱到现在。有证据吗？早上哦，8点，老板那个铁卷门还没拉上来，哎、直接。老板给我周华健的敲那个铁门，天哪！哎，真的真的，就这么爱他哦。然后他的第一首就是那个嘛，《追逐风》，追逐啊，是这个吗？在人生的道上。其实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你在之前有发过一张。对对对，哎，你知道，你知道，你已经是我生命中的灯塔，对不对？对。讲真的、啊，在之前还有一他在你心目中是艺能界的常青树，嗯，在我心目中啊。等于是演艺圈的仙人掌，禽兽徒儿一般。我听不出有夸奖的成分。他在那个那一张之前还有一张，还有一张吗？哪一张？没有，就没有在这里。哦，没有那张，因为没有发行，而且是圆舞曲啊。对对对，就啊，这稿子都没有的。那废话，厉害，好厉害哦！不是不是，这一段的我跟你讲，真的是我们长青组的。他那个歌其实是不红的，我直接就讲。那是真的，没关系，反正过那么久。因为他没有发行，谁没有过不红的日子？像我来讲就没有。你什么态度？我们是联手，这是外人啊！你笑他一笑，他哭出来，像话吗？跟你妈妈很熟，我告诉你。广告歌真的厉害了耶。对，我告诉你，你一讲到广告歌，追逐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大道上，追逐我的理想。那原来是汽车的广告。这是你小时候吗？这是我刚出道的照片。骗人！我出道22年，所以现在刚好28岁。佩城，我跟你讲，所以你就对这个华健不了解，他也是那么多歌手当中唯一一位出过面纸盒的。哎呦，这也太宽了吧！哦，是广式月饼的。比较像啊。哇！广式，我们先吃莲蓉。这边有啦，印尼那个叫什么？很好玩哦，这个。对啊，好漂亮哦。这是一种这什么叫特别版？这个年代里面呢、啊，就越搞越大，现在也有人像备胎那么大，对呀、啊，偶像、啊、怎么摆啊？里面唱片呢也找不到，然后就是通通是正品的、啊，真的，这一张卖的不得了。我告诉你，最近有很多歌曲啊，其实我们有时候拿来模仿，太多人模仿他。对，你会吗？他的歌。就是转音嘛，转音。爱到尽头，爱像水，乱纷飞。喇叭风一声去吹。也没有了。我们民歌餐厅的年代还是校园民歌嘛。嗯。上面歌已经接到费玉清了。哎呦。费玉清。那个、给我个 D 好不好？对啊 ，D。给我个鸡啊！给一个 D key 来唱一下，唱一下。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哇，那时候当时玩以前比较像嘛，现在后来自己的风格比较明显，以后就差一点。他现在不容易进去，有没有？你要慢慢学习，就模仿一个人要感受，因为他经常没带东西嘛。所以你就摸来摸去，滴就滴，你一定要身上有没有好像找不到绿油精那种？是。哎呦！然后他的画面想用 plan， 所以他眼睛都看上了。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抑扬顿挫一定要够，对，你要飘渺到虚无飘渺处，人家完全听不出来。让。一声晚安，也太飘渺了吧！这轻松的阴天，
哎呦喂呀，值得怀念。他飘起来了，高的地方一定要飘。哎，很少歌是填充题的。对对对，这样也省掉一个麻烦，因为老师，哎，我以后忘词就学这个就好了，就这一招了。哎，我也跟你学很多啊，忘词就听你们唱嘛。所以平常演唱会观众朋友，你要有预备去唱 KTV 的心情。演唱会里面其实也可以说说唱唱啊，模仿好的建议哈，对啊，这个很好啊，是吧？我模仿吴宗宪，模仿费玉清，好，好好好好，好想听。No。然后如果实在太大段不会的话，观众又不熟的歌怎么办？嫁祸给麦克风，让关呐，然后唱。笑，觉得这不失为一招高招。哎，结束以后那些音响人会不会打你？一般来讲，他们会密切检查。不快啊！喂喂喂，你都不快那几个？喂喂 ，one two， 你说你他是他的超级粉丝，嗯，这个我们有一点意见。真的啦，你粉丝要能唱对方的歌才是嘛，我才是他的粉丝。我如果讲出一首歌，而周华健没有迅速的感动的话，我爬着离开现场。哇，赌更大，你需要用爬的，是不是？平常赌更大。也对，也对。Leader of the band。喂，风儿要吹动我的想法。喂，船儿要飞。我这首不是吗？谢谢。好嘛呀。可以可以。The leader of the band is here. His eyes are low and old. As you burn around to my instrument, when the sun's in my soul. My love is a fool of time. Imitate a man. I'm just a living legacy to the leader of the band.哇，真的热泪盈眶了，华健哥，你赌赢了，赌赢了，对，感动，真的有感动的，有。所以现在要该范玮琪表现一下，我要唱一首华健哥的歌，而且那个歌啊，不是主打歌，当年叫《摆渡人》的歌，这个歌，哎呀，感动，直接来，好不好？好喜欢这首歌，让我唱一下，谢谢 ，so good。渐渐昏暗暮色里，他将要离开，他将渡船靠岸收拾起有一天寂寞，一种冷冷的声音在他的脑海响了起来，像水的呜咽。有人因为流浪到渡口，有人思念靠不到岸，有人不能忘情于繁华中，有人日复一日站着同样的梦。于是摆渡人的歌遗忘在渡口的流转之间而大响，人们都醉了，没有人还能单独行走。忘词大王周华健，大麻烦，还要再听他们再唱一个，好，再唱一个吗？好，我们就唱新歌好。好，一定要，对对对，合唱的。如果你是我，哦、好不好？我也听他们两位的歌词，来。
着他不缠，在身边女人善变，爱埋怨。不小心用借口一大堆，错了还为你撒谎，不道歉男人想变。如果你是我就会懂，有爱就有惶恐，两个人总有些不同，互不要脸内功。如果你是我就会懂，有心就有包容，把争执都变成沟通，爱是牺牲小我。哎呦，哎，真的真的有意思。我们录了这首歌已经有个三四个月了，对，然后都第一次唱，真的第一次，我们第一次。其实你的每一首歌，我们几乎也都能唱。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只要他唱歌，他的家伙一定带到。我们不会的歌词，我们看他的歌词机，我们也会。对呀、啊，他演艺圈最会忘词的就是他。忍者来了，好。也要重新啊！正常拿进来的。哦，里面感觉有很多美金。哦，这么重，这个箱子里面其实它有它的秘密在。很哇，对我很重要了。因为你容易忘词嘛，对，所以你怎么来解决？就提词机嘛，好，那是有个电脑在里面呀，那软体啊什么都在里面，清清楚楚。这一支没有到的话，演唱会就取消嘛。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要考验他，把它关掉，把读词机关掉，看他记不记得。人家是那个 unplug 是吧？ unplug 不插电，我们是不插读词机。沙雕的话，周华健唱三首，歌词一字不落的唱完，九万你全部出。这个我来出好了。好。那怎么起我怎么唱的？老师怎么起怎么唱，那没有词的，好不好？好。先来一个 friend， 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哎，厉害！完全没有看，不是啊，这首主打歌还不会，已经卖到三分之一了。这个歌啊，我跟你讲，他至少唱六万多遍。就是那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想起我？你又提到这个没关系。等相同，等七万多遍，你要找等红的歌来比较。明白明白。让我欢喜，让我忧，试试看。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会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人生里面有很多事情都会让我马上现形现状。这个不晓得大家有什么感觉到了吗？欢喜忧伤，在一瞬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你这样一群朋友，让我欢喜，让我爱，让我甘心为了你们付出我所有。
友。这个人什么好的不学都学坏的，不过还真管用，你知道吗？接得很好，但我觉得后面那歌词是不是怪怪的？你们这一群朋友让我欢喜，让我爱，极致歌王了，变成。我说不好意思，这个我是后来唱这个歌的时候，通常应该都还蛮后面的，然后很感人的时候。谢谢大家。对对，我这个不算犯规吗？这个不算一样。我现在终于知道一个原因了，我才知道为什么最近张帝比较少出来。我还对前辈不敬啊！你又接受点歌，然后又改歌词，你的张帝是什么？你来一首，再点一首。当然了，你要唱我们就吓死。不要讲了，我要听那一首《明天我要嫁给你》。好，这首好。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纷扰着我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终于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Oh my！ 厉害，他们做了，就一鼓作气唱，他那个高音哦，真的是很难做到。不过我们这个一般这个访谈里面呢，经常会聊到生命中重要的人，真爱是不分国界。那倒是真的，是。你跟夫人是，在民歌餐厅认识的。哦，好浪漫哦。他是原来是朋友来听歌嘛？哦，然后听看就人越来越少，就他自己来，然后我看得懂了。哦，本来是一群人，到最后慢慢撇掉，就剩下一个人来听你唱歌。那你有注意到人群中的这个人吗？他蛮好认的啊，他是外国人。没有，你该不会因为一群人嘛，就东方人嘛，你该不会认为就是说你唱歌，然后他吓得脸发白？他唱歌，他男朋友脸发黑一下。他一唱歌，他男朋友就缺氧。哎呦，拿去是，所以就在那个民歌餐厅里面，他同学吗？也是 MP， 原来是同学嘛，同学的朋友的朋友这样。外文系，所以这句话是不是有道理？千里姻缘就真的很来相会。一线牵，一线牵，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这个不容易。对对对，真的很奇妙的一件事。所以这一段这个在民歌餐厅里面的事情，有让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吗？永远都会记得啊，这就厉害。所以有没有看到，人的一生就是这样，突然间就唱。Hey, 范范姐姐，你带我来这什么地方啊？哎呀，我们今天要来听一个很好听的人唱歌，等一下，你确定这也是民歌 TCP 吗？对啊，你不要把我骗来什么拉斯维加斯看什么魔术哦！我已经跟你说过，我官司缠身，不可以出国，你听不懂哦？不是啦，不是骗魔术，这个人很会唱歌，叫周华健。我现在只看到背影啊，什么都没看到。You like very much. Let's go sit over there. Yes. Okay, go. Be quiet. 听，帅哥吗？有啊，你看看他多帅啊，周华健。谁？就这么唱歌的人啊。Is it Charmin？ 哎，这不是陈维明吗？你瞎子，别傻子啊！歌唱成这样子，人也长得不怎么样，你这样子要我怎么告诉你啊？不要那么。大妈妈，有啊，你看看他多帅啊，中华就这么唱歌的人啊。Is it Charmin？ 哎，这不是陈维明吗？等一下，你是要跟我说谐星也会唱歌这种事吗？我知道啊，可是应该只有吴宗宪这个人会唱歌而已啊。陈文健也会唱歌吗？话说周华健一如往常的在民歌西餐厅里唱歌，当天餐厅里来了很多留学生。正当周华健唱完这首歌的时候，一个令他尴尬不已的状况发生了。
手啦，这个歌唱成这样子，人也长得不怎么样，你这样子要我怎么高兴得起来？我一整天每天都已经这么生气的。Oh my god， 你不要那么大声嘛，他唱歌好好听，他等一下会唱《龙的传人》。龙的传人 ，Yes。等一下。我记得我只有点菲力牛排，我没有点龙的传人吗？有，那龙的传人那么大一条，我们三个哪里吃的？歌歌啦，唱歌，不是吃东西。Sing a song， yes yes yes。你跟他点呢、啊，你跟他点。哎，龙的传人，铁靶子啊，龙的龙的传人啊，没问题，拜托一下了。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他的名字叫黄河。So cute， 好可爱，他忘记歌词，好可爱。谁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长生有长江水。谁不曾听见黄河壮？澎湃汹涌在梦里。好啊 ，Bravo！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到底好什么东西啊？龙的传人，龙的不传人，我明明很不想要听那种很悲伤的歌，我来民歌第三厅，这样开心，这样 happy， 来点不爱歌好不好？还是我们正在做隔壁桌？你们不爱歌啊？他是你的朋友，可以这样子，这样子，这种不爱歌有没有？他没有吗？你不要那么大声，他。对呀、啊，他是温柔的歌手。可是那个唱歌不就是要点来听的吗？你安静一点，他是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对，等一下，到底是什么伟大的事啊？龙的传人有那么的伟大吗？那已经变成一个秋海棠，变成一个老母鸡了，你还在慢慢的扛江跟黄河，我实在是真的听不下去了。多小姐，你慢走哈。在之后多天的日子里，这位女留学生每天都来捧场听歌，每次都坐在同一个位子上，眯着眼睛陶醉地望着周华健。终于在这天演出结束后，周华健对这位女生说了一句话：已经很晚了，我可以送你回家吗？可以，可以连我顺便一起送我。没办法，你先走，你先走，我先走。借着送女生回家的借口，周华健带着那位女生来到了公园。哇哦，周华健会吻了那个女孩吗？我们一起看下去呗。我真的好喜欢听你唱歌。谢谢你啊，这个很多人都说我唱歌唱得不错，可是都劝我不要进这一行。哎。坏掉了！你们两个干什么？没有啊！我告诉你啊，三更半夜，现在都凌晨三四点了、啊，你们两个坐在这里啊啊！这犯法吗？当然犯法、啊！我们最近在查气，台湾出现有一批金丝猫，他喊出超低价，我怀疑你是牛郎。吓死我！我不是，可是我你这样说，我比较高兴。你是做什么的啦？他是歌手。他是歌手啊 ？Yes。他是歌手，那我就是吴宗宪了。歌手呢，穿着牛仔裤破成这样的啊？这是他的 signature。这个烂鞋，这个造船也有一双。这个也是他的 signature。可以乱来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我看一下。我有。这是我的 ID 哦、我叫潘崔满，潘崔烂，已经有认出来，他真的这样子，哎呦，哦，没想到，我完全没有想到，没想到什么？美国人的 ID 卡跟我们的身份证长得一模一样。你也一样，是吧？身份证拿出来。这个比较好。哎，12月22，是啊。December 22nd。Yes。
啊，原来你跟我同一天生日吗？不是同一年吗？不同一年，不同一年。你们两个开什么玩笑？啊，你们怎么那么巧？还真的是同月同日生的。对呀，对呀。哎呀，谢谢警察大哥。好了，好了，好吧。同时来了呀！我来唱以后。对不起，注意啊，好不好？这个地方啊，治安呐、啊，谢谢、啊、有时候有这个坏人出没，可以可以啊，好好照顾身体、嗯、啊。好，那我想我不方便打扰你们了，快走。好好，是是是是啊，不要乱来啊。谢谢。好巧，你也是12月22号生日啊。对，然后呢，这个难道真的是老天爷的安排吗？我要唱一首歌给你听。You are so beautiful to me.Can't you see You're everything I hope for You're everything I need You are so beautiful好感动哦！我看这王牌大明星呢、啊，这个一开始就有你们加持啊，肯定这个节目长命百岁，而且收视率收视长虹。谢谢两位，谢谢谢谢，好棒好棒，真的感觉很好、哦，好不好？超好，我们要再加油了、嗯，好吧？那明天同心继续回到我们的王牌大明星。潜力，周慧与彭佳慧同台开唱。人动容的歌声，数着时间的日子，一天也不好过。到那天，他的良心才会发现，女人啊，要找个真诚的男人，哪有那么难？真有。不一样的周慧。